审计法修正日期民国104年12月9日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章通则第一条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依本法之规定第二条审计职权如左一监督预算之执行二核定收支命令三审核财务收支审定决算四稽查财务及财政上之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五考核财务效能六核定财务责任七其他依法律应行办理之审计事项第三条审计职权由审计机关行使之第四条中央各机关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由审计部办理其在各省市地方者的指定就近审计处是办理之第五条各省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由各该省市审计处办理之各县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由各该县市着设审计室办理之第六条特种公务机关公有营业机关公有事业机关财务之审计由各该组织范围审计处是办理之第七条未设审计处是者其财务之审计由各该管审计机关办理或指定就近审计处是监理之第八条审计机关对于审计事务未办理之便利的委托其他审计机关办理其决定应通知原委托机关第九条审计机关对于审计上涉及特殊技术及监视鉴定等事项的咨询其他机关团体或专门技术人员或委托办理其结果仍由原委托之审计机关决定之第十条审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其审计职权不受干涉第十一条审计机关处理重要审计案件在不以审计会议在处是以审核会议决议行之前项会议规则由审计部定之第十二条审计机关应经常或临时派员赴各机关就地办理审计事务其未就地办理者的通知其送审并的派员抽查之第十三条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一切收支及财务的随时稽查之第十四条审计人员未行使职权向各机关查阅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或检查现金财务时各该主管人员不得隐匿或拒绝遇有疑问或需要有关资料并应未详实之答复或提供之如有违背前项规定审计人员应将其事实报告该管审计机关通知各该机关长官予以处分或呈请监察院核办第十五条审计机关未行使职权的派员持审计部稽查证向有关之公司团体或个人查询或调阅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各该负责人不得隐匿或拒绝遇有疑问并应未详实之答复行使前项职权必要时得知照司法或警县机关协助第十六条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行使前二条之职权对于询问事项的做成笔录由受询人签名或盖章必要时的临时封锁各项有关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并的提取全部或一部第十七条审计人员发觉各机关人员有财务上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上之行为应报告该管审计机关通知各该机关长官处分之并的由审计机关报请监察院依法处理其涉及刑事者应移送法院办理并报告于监察院第十八条审计人员对于前条情事认为有紧急处分之必要应立即报告该管审计机关通知该机关长官从速执行之该机关长官接到前项通知不为紧急处分时应连带负责第十九条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及第七十八条所举情事应负责者为机关长官时审计机关应通知其上级机关执行处分第二十条对于审计机关通知处分之案件各机关有严压或处分不当情事审计机关应查询之各机关应为负责之答复审计机关对各机关不负责答复
或对其答复认为不当时的，由审计部呈请监察院核办。第二十一条，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对于各机关违背预算或有关法令之不当支出的，事前拒签或事后剔除追缴之。第二十二条，审计机关处理审计案件，应将审计结果分别发给核准通知或审核通知于被审核机关。第二十三条，各机关接的审计机关之审核通知，除决算之审核依决算法规定外，应于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申复，由审计机关予以决定，其余限者，审计机关的进行决定。第二十四条，各机关对于审计机关前条之决定不服时，除决算之审定依决算法之规定办理外的，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复议，其余其者，审计机关不予复议，申请复议以一次为限。第二十五条，各机关对于审计机关进行决定案件之申请复议或审核通知之申复，因特别事故未能依照前二条所定期限办理时的，于限内申叙事时，请予展期，前项展期由审计机关定之，并以一次为限。第二十六条，审计机关对于重大审计案件之审查，必要时的通知被审核机关派员说明，并答复询问。第二十七条，审计机关对于审查完竣案件，自决定之日起二年内发现其中有错误、遗漏、重复等情事的，未再审查；若发现诈伪之证据，十年内仍的未再审查。第二十八条，审计机关因前条未再审查之结果，如变更原决定者，其已发之核准通知及审定书失其效力，并应限期缴销。第二十九条，审计机关如因被审核机关之负责人员之行踪不明，致案件无法清结时，除通知其主管机关负责查追外的，摘要公告，并将负责人员姓名通知全叙机关，在未清结前停止叙用。第三十条，各机关有关财务之组织，由审计机关派员参加者，其决议事项，审计机关不受拘束，但以审计机关参加人对该决议曾表示异议者为限。第三十一条，各机关会计制度及有关内部审核规章，应会商该管审计机关后始的核定施行、变更时一同。其有另行定定业务检核或绩效考核办法者，应通知审计机关。第三十二条，各机关长官或其授权代签人及主办会计人员，签证各项支出，对于审计有关法令遇有疑义或争执时，得以书面向该管审计机关咨询，审计机关应解释之，前项解释的公告之。第三十三条，政府发行债券或借款，应由主管机关将发行条例或借款契约等送该管审计机关备查，如有变更，应随时通知审计机关。第三十四条，政府于会计年度结束后，应编制总决算，送审计机关审核。中央政府年度总决算，应由审计部于行政院提出后三个月内完成其审核，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立法院、监察院或两院中之各委员会审议前项报告，如有咨询或需要有关审核之资料，审计长应答复或提供之。地方政府年度总决算之编送及审核，准用前列各项规定。审计法修正日期：民国一零四年十二月九日，露天拍卖 Aaron 七九八六第二章公务审计。第三十五条，各机关已核定之分配预算，连同施政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应依限送审计机关，变更时一同。前项分配预算，如与法定预算或有关法令不符者，应纠正之。第三十六条，各机关或各种基金，应依会计法及会计制度之规定，编制会计报告连同相关资讯档案，依限送该管审计机关审核。审计机关并的通知其检送原始凭证或有关资料。第三十七条，审计机关对于公库及各地区支付机构经管事务的，随时派员抽查。第三十八条，删除。第三十九条，
删除。第四十条，审计机关派员赴征收机关办理赋税捐费审计事务，如发现有计算错误或违法情事，得通知该管机关查明，依法处理。第四十一条，审计机关派员赴各机关就地办理审计事务，应凭和其相关内部控制建立及执行之有效程度，决定其审核之详简范围。第四十二条，审计人员就地办理各机关审计事务时，得通知该机关，将各项报表送审计人员查核，该审计人员对其不及的随时检查，并与有关凭证及现金、财物等核对。第四十三条，审计人员就地办理各机关审计事务，应将审核结果报由该管审计机关核定之。第四十四条，删除。第四十五条，各机关于会计年度结束后，应编制年度决算，送审计机关审核，审计机关审定后，应发给审定书。第四十六条，各机关应送之会计报告，不依规定期限送审者，审计机关应予催告，经催告后仍不送审者，得依第十七条规定办理。审计法修正日期：民国一零四年十二月九日。露天拍卖 Aaron 七九八六第三章，公有营业及公有事业审计。第四十七条，应经审计机关审核之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如左：一、政府独资经营者；二、政府与人民合资经营，政府资本超过50%者；三、由前二款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转投资于其他事业，其转投资之资本额超过该事业资本50%者。第四十八条，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财务之审计，除依本法及有关法令规定办理外，并得适用一般企业审计之原则。第四十九条，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之营业或事业计划及预算，计分其实施计划、收支估计表、会计月报，应送审计机关。第五十条，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应编制结算表、年度决算表，送审计机关审核。第五十一条，公有营业及事业之盈亏，以审计机关审定数为准。第五十二条，公有营业及事业盈亏拨补，应依法定程序办理，其不依规定者，审计机关应修正之。第五十三条，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依照法令规定，为固定资产之重估价时，应将有关记录送审计机关审核。第五十四条，公有营业及事业审计，并适用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审计